下溪谷隧道是新溪的必访景点之一，美丽的自然美景加上设计的巧思，成为超市和 IG 打卡的艺术品。这个峡谷位于知名滑雪圣地约后汤泽，从约后汤泽搭乘公车加上走路大约一个小时左右。青津峡溪谷本身为日本三大峡谷之一，在1941年被指定为日本国家名胜以及天然纪念物，特色是柱状节理的柱状岩石，在观景台可以近距离观赏这些岩石，非常的壮观。而撑起这个峡谷美景的最大工程之一，就是由 MAD 建筑事务所于2018年所设计的光之隧道 Tunnel of Light， 全长750公尺的隧道，包含入口设施，总共有6个景点。首先我们来介绍最底部且最知名的全景站光之洞窟，底部的水盘镜真的有放水，大家可以沿着边边比较浅的地方往峡谷的方向走，走到底的时候，除了可以看到绝美的峡谷景色，你本身也变成了一个艺术品。水盘镜的水加上不锈钢钢板反射出峡谷的颜色，四季都有不同的颜色，鲍勃拜访时是冬天，反射出纯洁的白色，非常的漂亮。如果想要人像大一点的话，也可以走到比较深的中间拍摄。第二观景台看不见的泡泡是一个有机形状的洗手间，而洗手间也真的可以使用，大家可以边放松一下边看峡谷的景色。第三观景台的水滴反射出了峡谷的景色，同时也反射游客的身影，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，阳光的反射会让整个观景台变得火红。第一观景台保有了当时的面貌，没有多做艺术的摆设，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岩石的柱状节理。青津峡溪谷隧道也是新系知名的大地艺术节的其中一个作品，月后汤泽还有非常多的作品。月后松之山森之学校是一个教育研究设施，周边的美人岭也是值得参观的自然美景。能舞台有河口隆夫所设计，全部都是黑板的教室，大家可以拿粉笔到处作画。食堂本身也是一个艺术品，食物也健康好吃。Ilya and Emilia Kabakov 所设计的 The Palace Project 跟 Ten Alban Labyrinth， 以及2021年底才完成的 The Monument to Tolerance， 象征跨越各种种族文化等等的连结。月后期有里山现代美术馆，这栋建筑本身是由京都车站跟札幌巨蛋的知名建筑师袁广思设计的，馆内有十几件世界知名设计师的作品，有不少可以直接与其互动。鲍勃最喜欢用桑久保亮太设计的 Lost No. 6， 利用光把物品投影在墙壁上。以上就是这次的介绍咯，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